玛丽欧这件 T 超可爱的吧，然后它有三个色，我穿的是粉色，然后它还有黑色跟白色，黑色跟白色，然后我上穿的是粉色，然后它这个胸前这个胶印的这个大大的，它的图案算大，就是在胸部前面这边，然后是胶印的玛丽欧的图案，然后它做的有点像那种马赛克的感觉，那种马赛那种对马赛克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这边有两个那个很像我们以前打电动的图案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它这件的那个版型比较大一点点，就是我穿的话还蛮宽松的。那其实菜的就是菜的女生穿是 OK 的，就是可能会比较稍微贴一点点，但不会到很合身，所以就是喜欢穿比较合的，我觉得这件 OK。那它这边做蛮宽版的，然后它的那个长度的话是大概这样，就是我盖到屁股长度，然后是搭短裤。然后它这个搭，如果是我搭，我常常搭那个破裤，对吧？这样子。